不过这个虎爷公比较特别，看他的严格里面写，他说他是这个三十二天里面第二天南天宫里面的一个守将，他叫虎威王。所以呢，他那个这个这间呃在台中外埔吧的易虎堂，易虎堂它里面拜的就是一个像将军，他是老虎的头，然后呢穿着盔甲，嗯、<哼>对，然后拿着如意，然后坐在大台子上，所以他基本上也是拿如意要干嘛？那护脸啊？ 如意哦，如意哦，如意，如意，对，我想问他这样你以为有什后后头后头摆如意，哈哈哈哈哈。没事搞你听对，所以蛮蛮特别，它主要也是也是求财的。它另外有一个仪式，就是打开光拜后牙要用鸡蛋、鸡蛋啊，或者是肉之类的，对对。所以他们那边的，其实我觉得这边庙还蛮。 蛮贴心，就是你也不用特别准备，因为你可能拎着鸡蛋去，他那边就有，你就到时候箱有钱自己放就好了。啊、然后他把这个拜过的这个鸡蛋，他就把它做成红蛋，嗯、然后他就叫它叫福气蛋。嗯、所以你你来这呢拜拜这个虎威王呢，在虎牙咒吧，他们叫虎牙咒。然后跟他求完财，当然你可以求他的小的那个护身符啊，或者是发财金，其实都有。然后你出来之后呢，哦哦哦、他有一个福气蛋，就是 t 特 k 的艺术，就是你拿那个蛋。 然后念素文吧，然后把那个蛋从头上把它敲破，这样，然后你就可以脱胎,脱胎换骨吗？脱胎换骨，然后再把那个蛋吃掉，哦、对，哦哦哦哦那你整个运气就会很好了。诶